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7年的1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30。今天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除夕啊，我们华人的大年三十儿，那是最重要的一天了啊，迎初一烧头香。好，我们今天晚上呢也会烧头香。好，请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哎，师傅好，师傅稍等。现在都是一家家，都是一家家学。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哎，请说。哎，是，首先祝师傅，提前祝师傅新年快乐，师傅，您辛苦了一年了，真的为大家又付出了这么多，全年无休，师傅。应该的，应该的。师傅，真的，人间最苦是菩萨。一晃，明天就是新年了。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师傅。唯一的遗憾就是救人太少，其他没什么想法。就是救的人呢，有退转呐、或者有想不通啊，这是师傅最难过的。师傅、真的，正如观世音菩萨说，现在太多的人受苦，还需要去救啊，师傅。正如您的说的心情、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话，就为自己的话，他哪能救人呢？开玩笑。明白了。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师傅，您不是今年在悉尼法会不是开始飞机、汽车、船会让更多的人死亡吗？请问师傅，我们在上这些交通工具时需要祈求念什么经呢？有什么针对经呢？师傅，大悲咒啊，经常念大悲咒就没事了。他如果坐飞机、坐汽车、坐轮船的话，念几遍大悲咒？那这种没问题的，像这种针对的是普通的凡间的。如果你真的是学佛人，应该这些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哦，明白了。那师傅，您刚是开始到2017年的天象是对马路开车，特别当心。请问师傅，我们没有开车，是不是过马路的时候也要？特别当心，因为马路是直接接地气的嘛，所以其实你看天时如果不是太好的话，其实讲到底就是鬼多呀。你看为什么到了清明的时候，清明时节为什么雨纷纷呢？就这个道理，因为鬼多的话阴气重，下雨是属阴的嘛，水是属阴的嘛，明白了吗？哦，明白了。那师傅，您开始到就是说是，要就是我问你说开始到印尼要特别当心火山，所以印尼的佛友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哎呀，真的师傅也是很慈悲，4月份要去印尼开法会。那请问师傅，我们每天功课里的消灾吉祥神咒至少念多少遍呢？2017年？49最好。49最好。如果你觉得你今年特别不顺的话。怕自己有灾有难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多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哦，明白。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到肺和心脏要特别当心。那请问师傅，现在就是说是，那我们这个肺和心脏怎么去针对肺？我们吃什么药还是怎么样去注意呢？师傅？肺嘛，我上次说了，对不对？川贝精啦、川贝母啦，都可以经常吃。因为人的肺啊，现在在2017年的时候呢，肺呢是的确不好，因为人呢呼吸啊，现在环境啊、空气啊、水质啊，现在都在减弱，都在减那个，连那个臭氧层都破了。所以澳大利亚前一阵子特别热，就是臭氧层破了。所以会给人间很多那个这个生存的那种分子结构造成很多的对人体造成很多的自然伤害，这些伤害包括皮肤癌啦、肺癌啦、还有那种骨癌啦，因为你的太阳不是正常的能量，不是正常的那种我们说这种热量照射到大地上，那过分的话
所以澳大利亚人比较喜欢晒太阳嘛，对，皮肤癌特别多。所以就从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们啊，就是说肺的话就是在于呼吸，你经常呼吸那些不好的空气，或者呼吸那些啊那些在这个废气，因为现在汽车多啊，汽车太多了，那是的，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马路上少走啊，你现在知道了吗？你知道你在马路上走就是吸废气啊，汽车排出来那个后面那个排气管排出来的全是废气啊，排出来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的，你知道吗？哦，明白。你想想看，你在边上走，马路上几万辆汽车这么排出来废气，你想想看，你吸进去的是什么？还不懂啊？明白了。哎，那师傅，心脏就是多吃丹参片就可以了，师傅以前开始过，是这样。对啊，心脏要多吃丹参片，然后呢要多喝水，肺也要喝水，心脏也要喝水，心脏喝水血凝度会降低，肺经常喝水会排除自己肺中的废气，那种不好的气体会排除，这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呢，要注意肺呢，就是说要经常深呼吸。因为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深呼的时候呢，啊，深呼的时候就把肺里面不好的气全部排出去了。你深吸的时候呢，你吸进去的时候呢，你吸的深，它肺里面有种自然的啊抗氧化的一种自然的排斥那些不好气体的东西会工作，所以你吸进去很深。啊，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化解分子，化解到你里边就变成好气了，然后你噗再吐出啊，对不对啊，人家说啊，吸收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就这个道理啊，呼出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一样的跟汽车一样的啊，排出来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你深呼吸的话还和那个这个对你自己的肺非常有好，就等于拉手风琴，把那个手风琴拉得最大，那你关进去也是最多，明白吗？不好的气体排出来。哦，那师傅，我们喝桑叶水也可以吧？就针对肺喝。喝什么？喝茶叶呀，最好。茶叶好。喝茶叶嘛，就是它本身就是清理肺的呀，茶叶。哦。所以什么茶呢？师傅推荐一下。绿茶比较好一点，红茶暖胃。红茶是暖胃，是帮助暖胃的，绿茶实际上是消除你疲劳，绿茶实际上是消除你心中身体当中很多不好的物质的了。明白了。那师傅您还说过男人要注意肾，女人要注意腰，这个男人这个肾我们怎么需要注意吗？师傅，第一要保暖呢，男人的肾要保暖，男人的肾是个宝啊，你看很多人死了嘛，肾衰竭呀，肾衰竭之后先变成两个肾脏，一个工作一个不工作，你看过帝皇帝死了就是啊，因为邪淫过度你也会死掉的，肾脏会坏掉，你去看好了，反正淫荡过多的人他没有一个肾脏是好的啊，人家说啊，肾衰竭之后引起全身的病变，这个人活不长的，所以男人的肾非常重要，女人的腰，你看女人基本上都有腰痛病的，那怎么办呢？师傅，女人的腰，那就是保暖啊，一个保暖啊，一个呢就是自己啊，我就是经常跟他讲，大家不要自己做剧烈的运动了，这个腰啊腰部啊，还有嘛也是啊，女人也不能这个邪淫啊，也要当心啊，还有嘛就是自己要多吃一些芝麻。芝麻男人女人都可以多吃芝麻，是这样吗？过去呢拿核桃和芝麻放在一起搅拌一下，这么吃下去啊，这个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腰都非常好，其实男人肾脏女人腰嘛，你男人吃六味啊，帝王丸呀，女人吃杞菊帝王丸，我上次讲了嘛，这个都非常好。是的，因为女人你去看到了晚年都是眼花的，眼睛都不好的，女人眼睛比男人好的坏得快，所以杞菊就是枸杞的杞啊，
就是枸杞啊，杞菊地黄丸就是枸杞啊，啊，杞菊地黄丸的杞啊，实际上就是补眼睛的，补眼睛，你的腰好的话，眼睛会好。很多人的腰不好，眼睛不好。你看男人也是的，肾脏不好，慢慢的眼睛也会不好。明白了吗？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就是有的地方它不是针对这种，刚才你也讲了这种环境雾霾不是比较严重，它的雾霾是不是有工业还是有别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呢？师傅，其实呢，雾霾呢实际上也是人对大自然的一种不理解吧。师傅讲的比较中性一点，不理解。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人间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排出很多的一些废气啊，啊，工厂啊，为什么现在每个国家都在治理自己工厂的这种废气啊？就是这个道理。哎，对对对。所以现在连汽车都不能开得太多，汽车开得太多对人体也有害的。实际上这些呢，讲老实话，这包括你这个啊，这个山体滑坡啦，包括地震啦、水灾啦，你不能怪国家的，你这个是一种自然灾害，这个呢，只能靠我们的这个活在人间的人呢，要有智慧啊，提早来治理它，来预防它啊，对不对？而不是等到它来了，你消极的去对待它，那就来不及了，明白吗？明白。那是否有工业的原因吗？是否？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因必有果吧。我只能说到总归是有因必有果的。你对某一个事情不重视，你可能就会产生它不好的后果，都是这样的。你对自己牙齿不重视的话，你牙齿就会很早就坏掉，一样道理的。明白。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开示过今年是唐杰大将军吗？太岁菩萨2017年的，就是属狗的、属鼠的、属兔的，犯太岁。好像还有属鸡的吧，他是犯太岁。那这个犯太岁的话，我们一般是念多少张小房子可以化解今年所犯的太岁呢？师傅，他并不是说你一次性念完你就化解了，他是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化解的。那一个月烧多少张针对犯太岁呢？师傅，这个如果犯太岁的话，你自己感觉不对赶快要烧，你如果自觉一点呢，一个月呢至少烧27张。就是烧27张小房子，就是怎么跟观世音菩萨祈求呢？保你一个月呀，就是说你可以不犯太岁呀。其实犯太岁是什么意思啊？犯太岁，第一，你命根当中，人家命根当中不好的话，对不对啊？没人管住，没人管的话，还报应小一点。犯太岁的话呢，就是说你本来就有劫，然后呢，太岁菩萨呢，轮到当值的菩萨，他正好是管你的。他就管你这个时候的劫的，好了，他一看你劫当中做坏事了，怎么样了？啊，罪上加罪，就这样。那师傅，您说这个每个月27张是翻翻的那样烧，还是直接就跟菩萨说化解我今年所犯的太岁呢？师傅，就是说自己我犯太岁，所以我今天烧27张，希望能化解我啊这个犯太岁的机遇。就是这样，不要碰到呀，不要碰到，碰到嘛就倒霉了呀。好的，师傅可以一次性27，还是最多21呢？师傅，一次性27，专门讲是化给这个太岁的。哎呀，太好了，师傅，您又给我们方法了，当然就比较关心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写弟子接着问，你说不是2017年晚上开车要走中线，因为偏线会有杀气，请问师傅为什么偏线会有杀气呢？师傅，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中线视为阴阳当中的阴气当中的阳气。偏线属于阴气当中的阴气，所以你到晚上开车的时候走当中的话，你是选择阴气当中的阳气，你会少犯杀气，就是这样。明白了。因为2017年的晚上会非常的阴的，你去看好了，晚上这个它这个月亮不亮的，特别黑，跟前几年晚上不一样，会特别黑。
所以你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你们就知道你师父讲的是对的了。嗯，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您给我们的信息真的都是每年都是一一验证了，是吧？都验证。师父，弟子问师父，您不是也开始了这种经济啊，什么这种交通啊？那这2017呢，文化是怎么样呢？师父，您给大家开始吧。哎，文化界嘛，总是有丑闻的嘛。哦，就是有些人讲出来那些话不是如理如法吗？最后嘛，大家争起来了，那就变成一个丑闻了。像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文化界出了一个丑闻，在我们澳洲嘛，一个女的作家嘛，她写了一个这个中国的男人不如西方的男人啊，这个在夫妻生活上面怎么引起争论了？哎呀，攻击呀，骂谩骂呀，这个女的嘛被人家还请出来论坛，还坐在上面，很多男的就说讲了很多无聊的话，啊，有的男人说啊，你跟我怎么样试过吗？怎么的？你说这个这不叫丑闻吗？你这文化艺术界那是一个高尚精神领域，对，那是白领啊！你去讲这种事情，你拿一个非常低级无聊，这种事情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去跑上去讲，你不叫丑闻吗？啊！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说的叫没皮没脸啊，没皮没脸，你不要脸了，你一个女人，一个这么有名的作家，讲出来都知道她的，当时这么一弄的嘞，很多真的大家都被人家看笑话了，像这种事情不要讲了，不能讲的，这种爆出来爆料之后，连西方主流社会都参与了，那不叫丑闻呢。哦，明白了。那师傅，讲究这个文化，那如果我们2017年是不是更多的有缘众生会得度呢？师傅，反正抓紧时间总是好吧。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反正时间不等人的，反正我们要多度人。多度人哈。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开示了，吃完了碗放在桌子上不洗，过一会儿鬼经常来，你家就破财了，要特别当心。请问师傅，为什么放空碗灵性会经常来呢？师傅，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们家有灵性的话，你经常鬼是来要饭的嘛。哦，是鬼是来要饭，所以因为它主要是吸引的是恶鬼嘛。对，你吃饭的时候鬼在边上看着，等你吃完饭了之后，你吃了，所以过去讲你把饭剩饭剩出来之后，人家说你家就倒霉了。为什么？你用现在话，你不节约粮食你会倒霉，实际上你的饭没有吃完，你留在那里，鬼就来帮你吃掉。鬼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会不倒霉吗？现在明白了。是的就这么道理了。然后呢，人家师傅还看见过人家家里空碗放着吃完饭了这个碗自己动了一点点，但是我看见他只是拿的时候动，然后呢他就拿出来，这个碗还在那里，他把那个碗就拿了，他把你的饭他再还去盛饭，过一会儿锅子那里又听到咔嚓一响，所以很多人家看不见的人说锅子怎么响了，碗怎么响了，他就这样，他拿完之后他就叽里哇啦的就吃掉了。明白了。那师傅，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可以避免这种招惹吗？那你不是说引人家过来又要把人家杀掉，把人家赶出去，你能不引人家吗？最好了呀，对不对？对，明白了。那师傅以前开始过把油洒落在地板上，这样也会很麻烦，为什么会这样呢？师傅，把油洒落在地板上，油洒落在地板上啊，为什么知道吗？这样对，我告诉你非常重要的因为会滑倒。明白了。人家今天又问了，说师傅你讲过吗？年初一早上不要吃喝粥。其实呢，师傅想不起来了，讲过没讲过？但是如果是师傅讲，我也是不是针对所有的人，是个案。有些人呢，人家说了就是说，人家说
所以说是早上喝稀饭呢，就是一锅粥啊。嗯。喝一锅粥啊，一锅粥嘛就是什么呢？就乱七八糟啊，思维不清啊，听不懂啊。哦。人家说乱成一锅粥嘛，就这个道理。啊、嗯。哎，所以一般的年初一早上嘛都吃圆子的呀，或者下面条吃长寿，或者包饺子、啊哦、饺子嘛什么意思呢？饺子嘛就是团圆呀，团圆，你看这个饺子把它捏好了不就团团圆圆吗？他在包的时候为什么就大家你擀馅儿啊他擀皮儿啊，大家放在一起最后把它组成一个，就是大家一起来做的，这不叫团圆吗？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好了，就这样。明白。所以，那师傅，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啊？素馅，素馅。我喜欢吃点榨菜，剁剁碎啊，然后放点豆干呐、啊，啊，然后放点那个荠菜啊，啊，这个把它们啊弄弄碎啊，放在一起，不要弄了烂。烂了就不好吃了、嗯、要吃到嘴巴里有一点凝劲儿的啊。荠菜其实特别好吃，荠菜它有韧劲儿，它吃到嘴巴里还挺香的。嗯、啊、嗯，明白了、哎、你们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哦、师傅、啊、希望您的法身也到我家里来吃饭吧，是吧？嗯，师傅，我接着问，就是说您开始每天晚上不要搬动家具，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搬动家具晚上已经鬼够多了，你就是不搬动家具、嗯、人家家里要叮啊光啊有声音的，嗯，啊，对不对啦？何况对对对对，何况每天晚上就有声音了，因为鬼晚上就出来了，出来他们先到你们家一间房一间房的翻，所以你每天晚上家里会有光啊光啊声音的。所以搬动家具嘛就是动土呀，晚上动土嘛属阴呀，属阴动土嘛你们家就有鬼来了，那你家里就不顺利了呀，就是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我在说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的同修吧，他生的孩子是胎里素，但是呢孩子出生之后又给他吃荤，这样对孩子有什么大的影响吗？师傅，影响是没什么影响，反正不是太好吧，因为你已经胎里素的基础打得很好、嗯嗯、就相当于一个人很有佛性到了人间吃喝玩乐了，这你说有什么好了、嗯、总是不大好。哦、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一个问题，您不是靠说放，您不是解梦放生甲鱼是延寿吗？放生大甲鱼和小甲鱼，小甲鱼一般是延寿多少时间？大甲鱼是延寿多少时间呢？师傅，这个不能这么讲的，延寿是看你的根基的，它是成正比的。你根基好，放的少，你照样延寿、嗯；你根基差，要放的多，那么也能延寿。它是这个概念，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嗯，谢谢师。你比方说一个强盗犯。一个强盗，你说你每天给他放大甲鱼，他就延寿了，不行的。明白了，嗯，是的，是的，嗯，对对，真的，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魔考和梦中的魔考有什么不同呢？师傅，现实当中的魔考和梦中的魔考当然不一样了。现实当中的魔考是靠你现在阳间的意识，阳间的意识。是比较容易克制，梦中的魔考你就不容易克制，因为你的心理的行为造成了你梦考的成功与否。嗯，比方说你在阳间，你虽然很色眯眯的看见个女的，你想动坏脑筋，对不对啊？嗯，但是问题你能克制，因为你有人性，你还懂得要注意。但是呢，很多人的心里老想着这种色的那邪淫的东西，等到他到了梦里了，他憋不住了，他就会冲上去了，怎么样了，做什么行为了，那就说明你的深层意识当中已经有邪淫的概念在里面了，你逃都逃不掉了，你克制不住的。所以很多人在梦中梦考过不了的，明白了吗？嗯。哦，明白了。那师傅，梦考比现实考更重要是这样吗？是吧？更高级。你讲的嘛就是意识呀，意识的干净有时候比语言和行为的干净更重要。意识干净说明这个人很纯，
语言和行为干净代表这个人很好，好和纯是两个概念的。啊，是。那师傅，梦考的话其实是考的一个人的羞耻力，是这样吗？对呀、啊、你修到什么程度，你梦考就考得过去啊、嗯、对不对啊？嗯，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有一同修求菩萨给他安排一个最大限度的提升他今世修为根气的未来，从此之后磨难不断，也借此磨难提升了境界，是不是菩萨有意给他磨难，让他能够在吃苦中增强愿力，锻炼身心，提升境界呢？师傅，是啊，就是这样啊，啊，要吃苦的。哦，怎么理解？啊，吃苦啊，啊，你要战胜自己心魔，你要苦啊。有时候你知道很苦的人，他就不为金钱财物所动啊。吃得起苦的人，人家问你要不要，我不要。哎呀，这个好啊，这有钱呐、啊，我不要。一个女孩子说，我全愿打工的。人家说，哎呀，你知道吗？去做吧台啊，啊，陪陪酒啊，喝喝酒，又不要做坏事的啦，啊，就是喝喝酒呀、啊，陪人家呀、啊，讲讲话呀、啊。很多女的说，我不要，我全愿打工的，我吃苦。嗯。很多女的们懒呀，哦，这样啊也能赚钱的啊，那我去吧，好啦，现在明白了吗？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哎，真的是，这个吃苦。啊，吃苦宵夜的呀。所以一个女人很勤劳的女人，她不会为金钱和物欲所动的。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懒馋贪便嘛，这四个字讲的一点不错。一个女人如果很懒的话，接下来就会嘴巴很馋，嘴巴馋什么东西都要吃，什么东西都要要，就慢慢贪了，对不对啊？一贪贪不到怎么办呢？叫她做什么事情都肯了，她就变了，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傅，我就弟子想问师傅，你说为什么世人就过不了这一个财一个色这两个字呢？师傅，本来就带来的呀，就做人他就有这个两个业障的呀，做人就有本来就有两个劣根性的呀，财色是两一个人的劣根性呀。就是这样，你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佛了，做了菩萨了，他就有两个根性，非常好的根性，一个是慈，一个是悲呀。哎，对对，那师傅，这个财色怎么去把这个劣根性，就是我哎呀，给他好好的彻底的消除呢？师傅，过了这两关，彻底消除嘛，就是要做菩萨呀。你怎么消啊？你做了人了，你就消不掉了。你已经是人了，你只有在人间做到菩萨的境界，你才能消掉，否则怎么消得掉了？你就像狗一样的，你做了一个狗了，你说我怎么做人呢？呵呵。你只有先狗的境界像人，你以后才能有机会投人生啊，啊，对不对啊？嗯，对对。啊，你说对对对，你已经是狗了，你说你是能不吃屎吗？狗能两个腿，两个腿如果两个腿走路的话，那就不叫狗了。你是人，你就会有贪心，会有啊这个财色这种之心啊，啊。嗯。是，你看师傅啊，你看这些犯罪的，要么就是财，要么就是色。他财守住了，要不就人家给他色，哎，又垮下了。啊，就是这样。财色名食睡啊，还有啦，名也是很厉害的。有些人要名啊，要名要利啊，真的。财色名食吃都是一种愿望啊。很多人你给他吃，他什么都愿意做的。那没有吃，所以现在他是现在的人把他抓进去，他根本用不着打你的骂你的，他只要不让你吃就好了。哎呀，饿你三天，你马上跪下来求饶了。对不对啊？还有睡觉，对对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刑罚，他不让你睡觉，你就完了。哎，你马上就什么都脑子就崩溃了。他又不知道打你的，打你是原始人那些动作。他现在你犯罪罪犯，他要审问你的话，他就不让你睡觉，你马上就讲了，什么都讲了。啊，你为什么要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不肯讲，他不让你睡觉，不让你睡觉，你过一会儿撑不住了就讲了。你说一个人能撑几天不睡觉？你告诉我呀。是的，是的。哎，好了，完了。啊，现在明白了吧？好，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父您的慈悲开示。师父啊，如果梦到自己身体生恶病，是预示梦还是菩萨提醒他有劫呢？师父，生恶病嘛就是这样呀，生恶病嘛就是有劫呀。梦见生恶病嘛，你真的会生病的呀，只不过梦中的总是比现实当中要严重很多。梦到死掉了，这个人是生恶病，梦到生恶病了，这个人是生小病。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我分享一下，那一天我不是去放生吗，和同修，不是前一天晚上我就梦到，就是那个于老板，就是他那个称里，就是搞了手脚啊，我梦里就当场抓出他来了。结果第二天我们去都买好了，买好甲鱼了，结果哎呀发现了，又把他抓出来了。哎呀，你说真的是提醒同修们，以后去买鱼的时候要用自己的秤。他们秤上他不是有一个遥控器吗？他手放到布袋里一按，那个遥控那个秤就变了。哎呦，你看看丢人不丢人呢？已经卖活的东西已经是罪孽了，他还要赚我们放生人慈悲人的钱，简直不要命了，真的下地狱了。现在就是这么种情况，他手里有个遥控器，他把手插到布袋里口袋里，咱看不到，你过秤的时候他一按那个遥控器，你的秤就变了。师傅，哎呀，对呀、啊、下流不啦，你说下流不啦。嗯，你眼睛盯着他看都没用，就像变戏法一样的，你眼睛变戏法的人，你眼睛不盯着他看吗？对不对呀、啊嗯、实际上很多人说，哎，我眼睛亲眼看见都不准的，变戏法你不是也亲眼看见，你怎么看不准的啦？他照样在你的眼前就照样变个鸽子出来了。嗯，那是的啊，对不对、啊、是的。那你说师傅这种缺斤少两，你看真的是到地狱里真的是受报是吧？师傅他受报的时候他苦呀，又不是你苦，你不见得因为他也这么要下地狱你也下地狱啊，所以我们不能学坏人，只能学好人呢。对，学师傅往上天上跑啊，对不对啊？对，发神经的人才往下跑。哎呀，你说现在我师傅，这你看这现在啥都有，都想把你糊弄忽悠哈、啊，很轻松，就是这样。有些人，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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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好、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比我再问一个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如果怀孕的妈妈不是如果进行胎教呢，她如果给孩子读白话佛法，她怎么去祈求呢？师傅，读白话佛法就是给孩子明理啊，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儿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从小懂得如理如法的生活。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他的智慧，让他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懂得道德的人，能够救度众生的人。好了，还要讲什么？那他孩子没有出生在妈妈的腹中呢？那妈妈修行，孩子就修行了。妈妈吃什么，孩子就吸收妈妈的营养啊？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辛苦了，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好。喂。哎。啊。喂，师傅。啊。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谢谢。师傅请稍等，对不起哈。请师傅帮忙解一个梦。哈哈，缘分不够，跳掉了，自己跳掉了。喂，你好。不，喂，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怎么跳掉了啦？对不起，师傅，感恩菩萨保佑我能够打通。你又打通了，你不容易啊。哦，刚刚断掉了吗？啊，断掉了。对，断掉了，然后菩萨保佑我，感恩菩萨。讲吧。请师傅帮忙解个梦。啊。这下打不进来了，我看他有本事再打进来。喂，你好。喂，师傅。你看，不是他。师傅，稍等一下，我要先等一下。师傅，稍等。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师傅，今天是除夕夜了，马上是春节了，正在这里恭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日出，救助不能有缘众生，在心灵法门在事业弘扬顺利，对呀，祝师傅在新加坡的法会能够圆满成功，师傅今天太开心了，师傅，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有话就讲啊。太激动了，用河南话跟您说了啊，河南话，师傅，我前天跟我妈在老家，设了一个佛台，现在我就在佛台旁边，你感觉这个气场怎么样？蛮好，蛮好是吧？我妈很开心，设佛台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是因为经历我爸的事情，她心里也挺难过。对呀、啊，然后这把菩萨请到家里来了，多好啊，是的，是的，真的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还有各位师兄的发心助缘。我们家在农村，这地方也比较偏僻，都是师兄发心助缘的，所以十分感恩。如果不是遇到心灵法门，我们根本都没这福气，能够设这么大的佛台，非常漂亮，非常庄严。很庄严，我看蛮漂亮的。对的，对的，本来我妈说今天她要是在家里上跟你通通话，她刚去赶集了。师傅。这边我太太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感恩师傅。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了。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们今天能给师傅打通电话，再次给师傅送新年祝福，给您拜大年了。今年大吉，我们心灵法门在今年新的一年能够弘法更顺利一些。师傅，上次我们那个问了地藏王菩萨那个事情嘛，然后那个师兄们还想让我们问再继续问几个问题，师傅我能不能再继续问了？上次只问了一个问题。快讲啊！啊好。师傅，地藏王菩萨开示道：不要错啊，不要做啊，真的没有意思，都是虚幻不实的世界，世界都是假的，何况你一个名字。这句话是否再次警示我们不要再贪图名利了，师傅？对呀、啊，贪图名利啊，害死你啊！要名要利有什么用啊？到最后一场空啊！明白了吗？对的，对的。明白了。还有第三个是对于在念小房子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念，用不用心和念错，会有不同程度的果报吗？对呀、啊，都会有果报的呀。一个是不用心，一个是念错了，他那个果报有什么不同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其实呢你只要忏悔一下就可以了，跟菩萨讲。或者你后面念几遍补缺真言嘛就好了嘛。补缺真言。对不对啊？像我们你要是老觉得自己念错，你就要念补缺真言啊。补缺真言嘛，南无阔罗哲南多罗耶啊，对不对啊？去咯去咯，去咯去咯，摩罗摩罗啊！啊，我们每次念完小房子都会补三遍补缺真言的。哎，明白吗？还有就是说，师傅您开始一下，念经时看手机念，看一边念经一边看手机和念错内容，还有就是念经完全乱念，它分别是什么果报呢？不要整天想着果报，想着怎么样，不要念错，听不懂啊？你们这就等着。想着判几年，你怎么不想着自己不去犯罪的啦？道理不是一样啊？好的，错了。没有智慧啊！整天说哎呀判几年啊，那个判几年啊，啊判的少的你就去做啊，枪毙了。都不能做，都不能做，没智慧。师傅批评的对，师傅感恩师傅。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地藏王菩萨说的弘法和护法是相互相存相依的？是否心灵法门的佛子民必须要做到弘法弘护合一呢？就是弘法和护法一定要合一。那当然了，师父不就是一边弘法一边护法？我一边弘法，我对不好的话我也打磨的。你不讲了，不讲可以的，你不讲你对不起弟子，你不讲对不起菩萨。对的对的，感恩师父。开什么玩笑，弟子有错你不讲，你算什么师父啊？你这种不是师父叫豆腐。对不对啊？对我们既严厉又慈悲，让我们每次都听了师父的开示，既开心也感动。师父做的不好，我告诉你，师父做的不好就是豆腐渣。就这么简单。要管，哪怕弟子离开你了，你要对得起他，也要管。
对不对啊？他以后会觉悟的。你看多少人在博客上整天说师父啊，对不起啊，我做错了，我过去真的误解你了。天天看都是匿名的，他们知道我知道是谁，他们知道。啊，但是我有时候我也懒得看，我哪有看图腾再去看看这是哪个弟子啊？对不对啊？他只要心中忏悔了就够了啊。嗯，对的。心中忏悔不就好了？心中忏悔，感恩师傅，您在博客上回答问题，我们一看就知道师傅的口气。你当心啊，不要有的人冒充师傅的口气。怎么没能分得出来的师傅？就是师傅，我们想问一下，再问一下师傅，地藏王菩萨说的，师傅心里装的是大家，是菩萨，是爱，是不偏不倚，纯善纯真。师傅，您能开示一下，我们如何向您学习呢？才能做到这些方面呢？向我学习啊，看书呀。向师傅学习嘛，看书呀。向师傅学习嘛，纯真啊，纯真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不叫包庇人家。有毛病就把人家指出来，像我们东方电台几个孩子就是包庇另外一个孩子，后来反而失去了这个孩子了。你到底是为他好还是为他不好啦？对不对啊？你发现他有毛病了，他们一个都不告诉我，等到最后好了出事了，他待不住这里了，走掉了，那么你们现在几个孩子对得起他不啦？你们包庇他好了啊，对不对？不能这样的。你作为一个师父，纯真就是什么？对弟子要严格啊。哪怕他当时对你有恨，哪怕他当时不理解你，他以后也会觉悟的。如果一个爸爸妈妈随便孩子，我过去讲过个故事，你们都听过的呀。就是一个囚犯，最后被杀头的时候，就爸爸妈妈从小宠他，要偷东西就给他偷，从来不讲他。好了，最后要杀头了，结果狱官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啊？他说我临死之前我还要吃口妈妈的奶，你看看他妈妈到这个时候还要宠他，你看看最后他把妈妈的这个胸部都咬下来了，所以他恨死了。这个故事您讲过一次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他恨死了。为什么不教育我？你们为什么小时候我偷东西抢东西的时候，长这么大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讲我啊？你们害死我了。他恨死自己的父母亲了。像师父这种，当时你们我讲你们骂你们，你们有点难为情，有点不开心，但是事后你们好了，你们不会有这种果报了，你们会感恩师父的。听不懂啊？对的，非常感恩师父。师父即使骂我们批评我们，我们都觉得很幸福，觉得能被师父讲讲也是我们的福气。你有福气师父讲你们了。我在马路上逮到一个人跟他讲啊，来来来，你们停下来，我来跟你们探讨一下，我来讲讲你们身上的毛病，管得着吗了？我看马路上很多人忧愁得不得了，有的人一边走一边哭，有的人开车的时候在砸方向盘。你知道为什么吗？打电话打了难过生气啊，砸方向盘呀、有的人真的开得好好的汽车左弯右弯在里边不开心了、生气、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傅。那我继续问起其他问题。师傅，您看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各大菩萨都给我们形象这么开示，您也说也是我们心灵法门到了最好的一个普度众生的一个时期。那您开示一下，像我们这些心灵法门的弟子也好，众同修也好，在新的一年里应该怎么样从哪些方面来提升自己，然后能够抓住这个难得的那个机遇，然后能够跟着师傅的步伐，跟上师傅的步伐呢？你这种都叫大路上的，就是说大大咧咧的大，就是普遍的问题，大陆的问题。明白了吗？你要问精彩一点的，你这种问题这个博客上都有的，还有那个书上都有的。明白了吗？不予回答。那这些问题书上都看得到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们就多多修行，好好的助人。还有师傅，就是有一个日本同学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女儿是那个癫痫嘛，他当时那个意念里有人给他有个意念告诉他女儿需要3000张小房子，他是家里有供神台的，他这个小给他女儿的念的三千张已经就是念了只有100多张，快念好了，
然后他家里供的神台是他先生供奉的，然后他每次到那个供神台的那个房间里就不是很舒服，就感觉有灵性上升的感觉。现在他又在这个房间里就有感觉，就是他还要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你必须给我念3000张小房子我才能离开这个家。师傅您看一下，是他女儿身上的妖精者呢，还是这个家里的房子妖精者？女儿身上的。女儿身上的是吧？嗯嗯，那他就继续给他女儿的妖精者送就好了是吧？对。嗯，他还想问一下他要不要搬离这个家庭，因为他这个神台一直在，他进去就不舒服。搬吧，最好搬。哦，最好搬。好的好的。因为鬼不会断的，因为日本人他们家里都喜欢放个祖宗的牌位，其实人跟鬼生活在一起不行的。嗯。他们也是这个日本的风俗，就是每个家里都有这个神台。对呀、啊。那也没办法说，说服别人把他的神台撤掉。所以你看看，他只好搬家是吧？看看好，感恩师傅。阴气。还有一个就是师傅，就是您前段时间开示过这个，大势至菩萨那个就是喜舍嘛，势至菩萨是喜舍的意思。那我想知道，因为以前师傅也开示过，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也是我们心理法门核心内容。请师傅多讲一下大势至菩萨的故事可以吗？因为我第一次知道是势至是喜舍的意思。特别想听下次再讲，下次再讲吧，好吧。大势至菩萨他有很多的传说，还有很多的故事，非常的好。你看看叫、你看看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能够在啊这个西方三圣里边，对，西方三圣里边、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西方三圣，你就知道了。他没有大悲的智慧，他怎么能够成为三圣之一呢？明白了吧？他也是辅佐那个阿弥陀佛的。下次我帮你们挑几个故事讲讲吧，好吧？让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势至菩萨、因为我之前曾经做梦见好像是在大势至菩萨涅槃的时候，我和很多同修在他涅槃的地方那个跪拜，然后拜礼拜他。我也不太以前也不太清楚嘛。怪不得。然后正好您讲到这个大势至菩萨的故事，那个势至的意思是喜舍、我想可能是让我学习大势至菩萨喜舍的精神吧。实际上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因为是管我们人间的，所以我们大家家家拜观音，现在几乎，对不对、大势至菩萨主要是天界上，他管天界很多事情的，明白吗？但是每位菩萨的精神都值得我们人间学习的。慢慢的我可以讲一个刚大势至菩萨跟水的故事，非常精彩。好吧。好，非常期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我们有一个同修，他的悟性和文笔都特别好啊。他专门为新同修写了一些有关政治政见、正信正念、学习心灵法门的一些文章，大概写了13篇，他也已经发到秘书处了。因为一直都没有，因为秘书处也很忙嘛，没收到回复啊，他也不敢在群里这样分享，因为他分享了之后，分享了2篇吧，大家都觉得非常好。这个事情也这事情不知道，我查一下吧，好吧。这个很好啊，这个正能量的文章非常好的，我查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发过来，我慢慢问一下，好吧。大概有一个月了吧，有一个月了，发到秘书处。OK， 我们秘书处13篇大概，我们秘书处就会吃饭，没办法。没有没有，秘书处太忙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催。他这些文章之前都发表了，有的文章以前写的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也发表在我们师傅那个就是说中国梦那本书上也发表过的，很好，其他师傅都有的，写得很好，很有水平的。对对。所以我想请师傅开始一下，如果他的文章我们能够分享给新同学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分享了。很好，我觉得很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关于渡人的问题，我们最近认识的一些老同修，师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精进啊，渡人方面也是很努力，然后那个一直在网上渡了很多人，大概渡了几百好几六七百人了吧。他们渡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后边的跟进啊辅导是跟不上的，然后呢渡人的人呢基本情况他们也不是很了解。这段时间我和我先生不是建了个新人群嘛，他们就想把这些渡的新人，在网上渡的新人拉到群里去，我开始也同意了，但是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他们渡这些新人都在一个铁笼子里，然后他们的就是梦里显示他们都在铁笼子里做沙叶，
师傅，这个梦里我好像很紧张，我说你们不能进我的群，你们现在是业障太重了。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就，所以我跟你说，有些其他法门的人转过来的要特别当心。嗯嗯，因为很多人过去，我们不说人家的法门好坏，我们就说啊，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学过佛的啊，他就没有口业啊，他就没有罪孽，所以有时候我们度的人，有时候一个干干净净的啊，没有犯过口业的人，可能比这个学过佛的人，如果不正的人还要好，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度他们，但是你不能帮他们背。因为有时候那些人啊，他们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我告诉你晃来晃去的，所以有些口业他们就会犯，很厉害的。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这个少欲少烦恼啊，能救的就救，没有救的不行。对，不要拼命的拉，因为他们在你在度他们的时候，如果你是拼命拉回来的，他一定会慢慢懈怠，会离开，因为你没有师父这个能力，整天的让他能够开悟的。对的，所以他到后来一看拉进来，你们不就是念念经，你们不就是这个拜拜佛，你们不就是念念小房子吗？你们还有什么啦？跟我们一样，他过一段时间他又转了，所以这些人啊，只能随缘吧。因为梦里他们都在铁笼子里，而且都在杀鸡杀鱼。哎呀，那他那就是说明他人不错，就是他们上辈这辈子的业障太重了。好吗？所以现在在他们将他们进群之前，我都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要就是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要、要不要念经？要念经了，我再让他进群，这样可以吧，师傅？可以，我觉得应该适当的了解一下，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又不是什么，我们就跟他讲讲话，聊聊就可以了。过去的体会啊，他就知道，好吗？好的，感恩师傅。有师傅这么讲，我们就放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您前段时间有个男同修打通师傅电话，您说他前世是女人，这是投胎为男人，是还他太太的债。那我想请教师傅，以前师傅也开示过，前世是男人，是做了很多坏事，今世投为女人，主要是还情债嘛。那前世是女人，今世投胎为男人，他这一世主要是还哪些方面的债务呢？两种都有的呀，还情债，还财呀。还道德债啊，什么都有、都有的。有的人就是上辈子女人被人家欺负得太厉害，这辈子投男人了嘛，他这辈子就会来欺负女人嘛。但是这个世界离不开一个情字嘛，所以基本上还情债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是要还情债的，都会还情债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帮我妈也换了个大佛台，然后换佛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南京菩萨身后那个坛城师傅就是一圈一圈的，全都是七彩的光圈，是不是说南京菩萨经常到我妈那个佛台上去啊？师傅，应该是的。南京菩萨，我看到他的光环大得不得了。对，他后边那个一层就是一圈一圈的，特别明显。我们回家，我到了上海那边，我看看我自己家里倒没有，我妈家那个特别明显。大如车轮。对，很大很大，就是那种感觉是无边无际的感觉，没有穷尽的那种感觉。对呀，无量无边叫。无量无边。感恩南京菩萨加持。还有师傅，就是有时候老是梦见坐车上坡，而且这个坡度特别陡，然后呈90度角，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是修行上有障碍还是？有障碍，你爬不上去呀、啊。坐车上坡还好了，反正你在往上跑，但是比较辛苦，怕掉下来。这就是说你有阻碍，有很多的阻碍。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化解呢？是要念心经呢，还是多送小房子？姐姐咒呀。姐姐咒是姐姐咒。对。非常感恩师傅。我们还没想到这个原因。就是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前段时间梦见观世音菩萨叫我给我传递寄语嘛，就四句话的寄语。然后我说我梦里说我能记住，但是我梦里还是在找纸和笔，是不是师傅我修的不够好，然后这个意念不干净才会记不住呢？那当然了，记不住本身就是一种失误。
嗯，能够记住了，你比方说我跟你传了这么多佛法，你到最后一句都记不住，你说你学什么佛啊？嗯，你不是业障缠身啊？听不懂啊？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到处找纸刷笔，还是说修的不够好，记不住？嗯，对啊。嗯，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那前段时间我老是梦见我先生做粥给同修吃，还给同修做推拿按摩，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先生帮人家做粥，又说做推拿按摩嘛，就说明你先生在帮助别人呐，在度人家呀，没什么不好啊。对，他最近是在一直帮别人度新同修，新同修，不是蛮好吗？嗯，这个是好事情。嗯嗯，好吗？好好，我们继续努力。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嗯，还有最后一个，帮一个同修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师兄他也修很多年了，最近他老是自言自语，然后老是有一些很多的邪思邪念，老是有邪念的念头。师傅，这是他是怎么回事？是灵性在身上呢，还是说业障激活了？有可能业障激活。嗯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感情上做错过很多事情的。这个事情呢，记住了，如果你过去感情上曾经碰见坏男人或者碰见坏女人的话，可能你这种邪淫的东西深深的镶嵌在你的八十天中，所以就不容易去掉。所以很多人以这种很肮脏的东西为快乐，你听得懂吧？就像很多人吸毒一样，他觉得哎呀云里来雾里去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最害人的，所以他必须要克制。就过去有过邪淫的人要特别当心，绝对不能有邪淫的思想，这个没有办法的，只有靠自己坚强的意志来克服，明白了吗？嗯，很多男人嘛，就是很多流氓嘛，就是根据这种东西来控制女人的呀。他让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嘛，接下来他会控制他。所以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人间的东西太多肮脏的东西，所以我们少讲，不要脏了自己的嘴巴，真的。嗯，好好的克制，靠自己的能量来克制就可以了。明白吗？嗯，那他这种情况需要多念礼佛、心经，还要送小房子是吧，师傅？嗯，对啊，一定要的。嗯，如果自己有想法，克制不住了，就拼命的念经，亲爱的，观世音菩萨，你来帮我啊，你来帮我，你救好了，没关系的。嗯。啊，你求的时候，菩萨一定马上很快派护法神过来救你了，你过一会儿就过了，过了这个关了，明白了吗？嗯。好的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吧。好，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祝新加坡法会顺利圆满。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我们新加坡见。嗯，好，再见。喂，你好，师傅。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不起，那天打同城不小心该掉电话，太紧张。哦，请您原谅。啊。师父有几个问题请教您。就是同修念自修经文消灾吉祥神咒大房子是在遇到三六九节的时候的甚至当天烧送，甚至过后还能再烧送吗？可以啊，都可以啊。嗯。哦，还可以再用。嗯。如果本命年犯太岁，要在什么日子烧送比较好呢？一般可以多久烧送一张？随便的，在生日之前、生日之后都可以。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请问师父智者要学会控缘，对于还不开悟的人，我们要随缘，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一下控缘与随缘的差别，如何管住自己人间的缘分。控缘嘛，就是有缘分来了，你也要学会控制啊。比方说，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突然之间爱你了，你也要控制住啊，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自己有家了，你当然学会控制了，明白了吗？听不懂啊？哦，是的。啊，控缘，控制缘分，不要让它过分啊。随缘是什么意思啊？虽然是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不能达到某一种啊这个理想的效果，那只能随他而去就可以了嘛。嗯，感恩师父开始。然后下一个问题，肉身是带不走的，你的身体、你的言语不能代表你就是菩萨，
以后你能够带走的是你的意识、理念和你的境界，只有这些东西你才能上天做菩萨。请问师父，脑子的意识是否是靠我们平时的戒律来提升学佛的理念和提高自身的境界，有助肉身灭度时可以进入涅槃的境界呢？你讲的这是某一个方面吧，戒律嘛也是提升境界的一个方法呀。境界的提升靠好几种了，有的是靠守戒，有的是靠悟性，靠觉悟，靠理解都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行为和守思维、守行为、守语言都能提高境界的，明白了吗？嗯。还有就是布施，还有就是能够法布施啊，去救度众生啊，这些都是提高境界的。好啦。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同修有做梦哦，就是我梦见有位同修嘛，他身上有虫子，然后我就跑到通灵人的地方找同修，看到然后就问他是否身上有看到虫子，结果同修的鼻子里面就有虫子跑出跑进，然后我就叫同修赶紧打包东西先行离开，我随后再来。结果通灵人出来抓住了我，把我绑在椅子上，要把我腿打断，我赶紧求观世音菩萨才醒过来。你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帮被通灵人下过杠头。好了，嗯，好了，就这么简单。哦，好的，明白。现在明白了吗？所以救人要看的呀，已经被通灵人控制了，下杠头的了，所以我叫你们不要随便去找通灵人。嗯。啊，连那个催眠你们都要少找。像这种催眠师的话，他当你睡着的时候，他如果没有道德的话，他可以吸引你讲出很多怪话的，连你的密码他都可以知道的。嗯嗯嗯，明白。我早上就梦见他来我家里，他就是这位同修把他带来我家里，他就搞了我的佛台啊，好像我家里有一些师傅的东西，他都去看看，去动动这样子。哎，他动动还不敢动了，师傅的东西。他这次还比较客气了，以前我以前他都很不客气来，来怎么的？嗯，知道吗？这次是比较客气一点点，他还有敲门，开我的房间门，还有敲门，我还怎么他来了？谁带他来？嗯，所以我们要好好念经，我会提醒那位同修赶紧念经，他最近。自从给师父看了图腾过后，他每天都烧21张。就叫他好好努力了，我告诉你，不努力会死掉的。嗯，不过他好像最近跟我说，他好像全身无力啊。被人家搞了呀，你知道吗？这有些话我不能在广播里跟你们讲，有些通灵人真的很厉害的。你要是得罪他了之后，他的灵魂可以到你身上去强奸你的。嗯，所以你睡着的时候，你像半梦半醒之间呢，昏昏沉沉的，等到你醒过来，浑身不舒服，浑身无力，明白了吗？嗯。所以我告诉你，你要叫到一个坏人，你就完了，因为这个世界是灵和肉两种结合起来，人间呢，这个人道它是有灵和你的肉身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人的，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好的，我们好好念礼佛，跟好好念几节咒。嗯，哎呀，师父感恩您。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吧。您好好保重身体，感恩您，感恩您，拜拜。嗯。喂，你好。喂，师父啊。啊。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谢谢。弟子代表墨尔本同修，特别是墨尔本年轻人和年轻的阿姨给师父拜年了。啊，弟子给东方台的各位师兄和工作人员拜年了。啊，也给全世界心灵法门的同修拜年了，祝大家学佛精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恩师父。嗯，很好。师父啊，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嗯。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啊，师父说过不要穿黑色的衣服念经，小房子可能会被抢，但是呢，东方台师兄们和拜师的弟子都会穿黑色西装，而且肯定都在念经。是否因为法会期间有很多菩萨，所以没有关系呢？师父，
是这样的，你这个情况呢，说的师父说的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讲的，是针对个案的。有些人在家里穿件黑色的这种外套，不是西装啊，外套就是便服啊，这种这种黑的很不好的，阴气很重的。就比方说你拉链衫呐，啊，你穿件黑的多难看，你穿西装的不一样，西装是庄严。明白吗？明白了。再说我们在法会上就更不一样了，菩萨都知道我们这服装全部都是弘法人穿的，你说怎么会有问题呢？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那师傅，那我问一下，师傅说过绿色的鞋子不能穿，那么绿色的裤子是否能穿？你上面穿件绿色的衣服，下面穿条绿色的裤子，再来一双绿色的鞋子，再戴个绿色的帽子，你就变成个油桶了。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了，师傅。啊，绿色的东西不是常见的颜色，穿上去怪怪的。嗯，你说说看，穿怪色的东西，人不就怪怪的吗？你去看好了，在马路上穿的怪怪的人，脑子一定怪怪的。嗯嗯。他能穿得出来，他脑子一定思维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师傅。啊，他而且根本不管别人的，他不管人家感受的。嗯，人家看着你难过他也不管的。嗯，明白了师傅。嗯，感恩师傅。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在准备参加法会的过程中呢，有些师兄会有阻碍，如果他最后通过三大法宝用愿力克服了自己的业力，顺利去到法会了，那克服阻碍的过程会不会是因为他发心参加法会，所以法会帮他消业的一种形式，还是只是单纯因为他用愿力和功德成功消除了自己的业障啊？师父，愿力和功德消除业障。嗯嗯，明白吗？不明白啊？嗯，还是没明白。感恩师父。记住了，有业障。嗯，有阻碍，这是一定是他的业障。嗯，好了。嗯，什么话都不要讲了。嗯，现在明白了。嗯，没有什么考验了，没有的，就是业障。啊，好了，都是业障哈。嗯，不顺利就是，好的，不顺利就是业障。嗯嗯，明白了师傅。那师傅，下面接下来呢，师弟子帮助几个同师兄解下问解个梦。师傅，请师傅解个梦。有个师兄梦到师傅说他有十个酒窝，师傅说再给他三个酒窝，是什么意思？十个酒窝，再给他三个酒窝，就是十三个酒窝。嗯，也就是说，他酒窝就是说一个人笑嘻嘻的，笑脸相迎，嗯，笑脸相送，对不对啊？嗯，是啊。那么他就是很会处理问题，这个人经常能够用温柔的形象给人家带来欢乐。就是这样。啊，那么再给他三个，让他给更多的人带来欢乐。好了。哦，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那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呢，也是帮同修解个梦。就是2015年12月呢，同修在广播里和师傅说了类似于同修以后的对象啊，由菩萨安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2016年中呢，同修梦见有个男师兄在梦里要和同修告白，同修就赶紧给观世音菩萨磕头，说该怎么办。同修在梦里磕头，磕好头后就在梦里和自己说，嗯，和那个男的说一年以后再讨论这件事。之后呢，同修就在现实生活里和菩萨许愿说一年里不许谈恋爱。几个月后呢，同修就在想菩萨是不是不要他谈恋爱了。有一天晚上，同修就梦见两个女生，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是同修，大概25岁啊，在梦里和另外一个人一起，然后呢，做梦的人在梦里得知他们两个都许了大愿，永远不谈恋爱的那种大愿。那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什么意思？他是男的女的啦？啊，他没跟我讲，应该是女的吧？女的。这个女的嘛就这样了，这个女的嘛就女了。女的师父。啊，这个做梦的是这个蕊的，那么再加上他又做到两个蕊的，嗯，啊，这个梦呢就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缘分可能碰到的都是那些许过愿力的人。哦，明白了吧？明白了。
现在很多女孩子根本不想结婚。啊他看见周围到处都是离婚的，都是家庭破裂的，现在有几家人家不破裂啊，哎呀，所以人家吓都吓死了，这个举一反三的，人家看了会害怕的。现在的家庭爸爸妈妈吵架，从小孩子受到这种刺激，吓得他还敢结婚了，哎呀都怕了，所以现在很多女人都不想结婚，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最后一个梦境，师傅，是昨天弟子做了一个梦，梦到帮同修打图腾电话。最后一个问题呢，弟子呢问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身上有没有灵性？师傅您对我讲，注意肠胃。我接着问师傅，那师傅，那我身体有没有灵性啊？师傅您对我讲，护法神，就是说经常去看你，帮助你，突然之间呢线路就断了。我就说坏了，突然之间师傅就给我打过来了，拨过来了，告诉我明天继续问，然后呢给我了一张您的名片，上面有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后三位数。师傅，那你就打呀。后三位数没法打。我告诉你啊，记住了，世界上一切随缘，明白吗？这说明，明白，说明修的还不错，蛮好的。感恩师傅，弟子还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弟子一定好好忏悔，好好改毛病。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连一个字都改不过来，你说说看，你还能改什么毛病？一个女的你都讲不出来，是女的师傅，女，那一女，那一女师傅，女的。所以感恩师傅，弟子一定好好改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改毛病多难呢，一个字都不是不容易改，何况改一个身上的毛病，很累的，很难的。知道师傅，好吧，好了，好的，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师傅过年好。再见啊，师傅再见。要开心啊！我讲了，你自己现在。师傅，你放心，我从来不会生气的，我天天开开心心的。师傅讲我是为了给我改毛病。要真的啊。真的师傅，我不骗你。好了，拜拜，拜拜。好的，感谢师傅，师傅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哎，师傅，新年好，先帮师傅拜年。你好，你好。给师傅请安。稍等，我看一下问题啊。首先先感谢一下之前。师傅，之前跟那个李师兄啊，在跟很多师兄在电台节目里面、广播节目里面说到那个新加坡法会的殊胜情况，还有那个菩萨之间的开示。现在好消息就是很多师兄都是赶末班车嘛，都基本上都陆陆续续的去办理这个前往新加坡法会的那个行程。还有，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师兄呢还是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呢，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这些师兄的话，他们很他们有存在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碰到了这种阻碍的话，他们就感觉突然之间懵了，就是他们就不会去想到用三大法宝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周边的那些师兄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要去提醒他们去利用这些，去运用我们的三大法宝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应该是。你说呢？还要问呢？对对对，我是，我说是肯定要那个，因为你自问自答嘛就好了，自问自答嘛就好了。好了。那如果就是说周边的师兄第一个反应也是应该是去提醒他们，但是如果是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周边师兄也没有提醒他用这三大法宝，但是反而去跟他说，那如果你这样不去的话，那你就用功德款项吧，你说你有功德款项，我帮你去到现场去作为功德款投于现场中，这种是不是会反而会那个整坏他那个慧命啊，会导致不会不会不会，你要看什么事情，不会的，对吧？你要去弘法，你要去度人，你要去加得到菩萨的加持，你要去做护法，这是菩萨保佑的，没问题的。行。还有之前有开示过，这次就是说因为法会很殊胜嘛，因为
可能会利益到之前有说到可能会利益到众天龙人鬼都皆能受益。那是不是说可以说那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亡人啊之类的，如果是不管他在哪个道上，他们是不是都会主动的会去那个新加坡法会去助缘呢？肯定的。我讲给你听，我讲给你听，台长就是告诉你，现在有一个同修，他的妈妈比较他爸爸已经超度在天界了。最近他做梦，平时妈妈自从超度到天界之后从来做不到梦的，还最近做到梦了，说他要到新加坡去。你看看你看看，哦，厉害的啊，就是天人他都要因为你家里有亲人去，他就有权利可以申请，他就去。哦，他可以说因为我家里的人我还要度他们，我还要帮助他们，要理由的呀，什么事情都要理由的呀，没理由怎么做啊，对不对呀？对对对，哎，对。那这个如果家里的亡人如果他还在地府呢，他有也有权利去申请啊，和比如说阎王老爷地府他有地府自由的，他可以过来，因为我家里有人去了，我想得到超脱，他可以去。但是地狱就不行了，没有办法了。哦，地狱不行。地狱如果在地狱的话，或者恶鬼道的话，他只能比方说家里的人啊，比方说啊庇应他，比方说祈求菩萨 让我能够超度他，那他有这个可能性申请，阎王老爷会同意的。你要说阎王殿的阎王殿的那个阎王非常的也是非常非常严厉，也是非常慈悲的，他们只要你有道理，你看其实很多事情你要跟人家讲道理的，你讲得通啊你就万事皆通，讲不通你什么都不通的，明白了吗？对。那如也没有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在天界的话，不是超脱六道的，就是在天界，他天上的一些执行官啊会带领他们这些亡人说啊，这次法会很顺顺，我带你们一起去助缘，也有这种可能吗？天界很少，天界他没有这个，除非啊没这个权利的，除非就是说 玉皇大帝啊，比方说王母娘娘啊，这些他们可以，或者一些护法神啊，他们有职责的可以。一般的就是说天人根本下不来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在联合国开大会，你说你在哪个国家，普通老百姓能去不啦？去不了的，哦，去不了，明白了吗？还是有等级别的。哦，要绝对的，绝对的。对，对。那我们这次参加法会的这些师兄的话，就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祈求，诸位菩萨、诸菩萨来那个庇荫我们这些被超度的亡人嘛，就是。你敢讲，你就能得到他们的庇佑。啊，你敢讲，因为菩萨多得不得了。说的话，那你就讲，你就在那里祈求，你看看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多少菩萨了。那也就是说，这次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着急叫大家都去啊？他说过了就没了，过了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了，就这个道理。对，所以说，你试试看，你带一个吃低能儿孩子，你去试试看。你法会你求好了，你求完之后你看看这孩子会不会好。你身上长个疙瘩长个癌症你去求好了。对，所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几个礼拜的机会，能去则去，不能、不能去随缘，对，没关系的。对，关键还是一个愿力，对吧？愿力，你愿意去的话，菩萨就会保证你。对，一定要有愿力，一定要求，不要被那个客观原因所那个阻碍。你要记住，到了那里的人气场都很好的，都是学佛人，对不对啊？都是有愿力的人。你想想看，你就是众愿成墙啊，大家都有这个愿力，你面前就有一堵很可靠的墙就竖起来了，就像万里长城一样的，明白了吗？明白，师父。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师傅之前说，这次之前有莲花掉下来的那个同修嘛，那个建议我们在那个这次拜师的周围外面场上那个去祈求菩萨，再次那个拖上去。但我想问一下，这个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师傅，就是因为人一多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师傅更加累啊，这样的话。很简单，你今天有这个权利、啊、你比方说你是自己觉得掉下来了、嗯、你但是你过去是、嗯、是师傅的弟子，那你在门口虔诚的，他就会有专门有护法神、嗯、场外的护法神他会管你，他会帮你求情、嗯、啊，听得懂了吗？那听得懂，这个道理。嗯嗯，那这样的话他护法神求情的话，那还是就是直接一求情以后，就是他是护法神去帮我们去和菩萨去说，就是不是对，不通过师父，就是就这里的不是通过，当然通过，是因为师父在加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门口等于护法神把你们送进来呀、嗯，人在外面魂送进来、哦、照样上去呀、啊，是这个概念、啊，听不懂啊、哦？所以很多人傻傻的，你师父在里面拜师的时候，你在远远的地方，你只要一直念经，脑子里一直想，你照样能进去，嗯、你去看好了，明白吗？嗯。好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加会损耗这样师父的能量？会，因为外场的人，我做功德，我做我的功德。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一些没有看过图腾，也不知道掉下来的那些我们师兄的话，我们可以不在场外就想再巩固一下自己的莲花，也可以在外面祈求，对吧？也可以这样操作。当然可以祈求了，当然可以祈求了。嗯，对不对 啊？你们可以 啊，组织一个团，拉面旗帜上面说，不知莲花掉没掉下来，和自己掉下来的同修啊，在这里祈愿团，大家在聚在那里。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这么搞了，个人搞吧，你不要弄得来师父很累。对呀、啊，对呀、啊，对。嗯嗯，那师父那个。那之前有说过这个拜师的时候不是种莲花嘛，他会根据个人的就是境界高低会种的莲花的那个层次也不一样。那是不是说晚修了一定时间之后的人再去拜师，他的莲花可能会有概率去那个种到更高那个层次上面去。送上去之后，然后莲花的大小就是他的德性了、嗯、这个跟师父就没关系了。嗯，师父把你们送上去之后、嗯、师父引进门、嗯、修心靠个人呐、啊，明白了吗？嗯啊，嗯，就是明白。好了，哦，好的好的、嗯、还有一个哦，还那个解两个梦吧，师父，就是说之前有同修梦到他有梦到那个新加坡的师兄，新加坡观音堂的师兄，他有两组人，他一组人正好是在那个一个场，那个很大的广场外面排练嘛，他感觉就是广场的背后的一个大门，好像是像庙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大门，但是他在这个广场上那个看到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朋友在排练，随后边上有来了三四个还是那个黑色的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嘛，他们黑色的管理人员过来以后穿黑制服的，就他们就是排练就结束了，就撤了，就感觉是他们穿黑衣服的人是在管他们，就感觉不能在这个场外面排练嘛。所以这个随后这个做梦的这个同学呢，正好这个时间点又在和那个其他观音堂新加坡观音堂的师兄在说，需不需要那个粉碎机啊，观音堂，他问你们需不需要粉碎机。最后观音堂的师兄说是那个他问有没有粉碎机，他说大陆那边网上买很便宜，有帮你邮寄过来。最后观音堂的师兄在考虑啊，你邮寄的话，邮寄过来的话可能双休日没人那个拿货，就是这里两个梦境，请师父解梦。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嗯，如理啊、如理如法就可以了、哦、接触当中要如理如法、哦、没什么大问题的、管理们很正常的，你排练在场外上、哦、你当心不要太高调嘛就好了。嗯，哦，不是说这个观音堂真的要需要一个粉碎机啊、哦、他们要一个粉碎机，他们自己叫他们自己买嘛好了。好吧、好了好了，师傅，那我就不多问了，还是最后再祝师傅新年快乐吧。好，还有祝师傅那个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也请师傅以诸位菩萨观世音菩萨保佑诸位佛友前去的佛友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好，感恩师父。好，新年快乐。师父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拜拜。
好，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只有在明天是年初一了，年初一的晚上啊，这个五点钟啊，台长继续跟大家做节目啊。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祝大家新年愉快。好，我们明年见了啊，明年见了，明年见了啊，再见，再见。